啊，可是我们要回台北。啊，这有什么？这有什么差、啊？大中小而已，对不对？买那个是什么？哦，还有迷你啊，包起来。看你要哪一只。等一下，这怎么用啊？这是外面削掉啊？不是，要清啊，用清啊，清好清体，要刷刷干净就好。哦，所以外面也可以吃哦。对，刷刷这样干净就好。然后就整个就开始。这个膜啊，这个叶子跟那个根部可以煮汤，你煮了煮汤可以放气煮。哦，这么酷啊！哎、欸，那个不能削掉，那个是整根都好吃。对对对对。哦，皮也不用削掉，洗干净就可以。洗干净就是了。啊，是一样，是一样。然后你都拍在我身上了，看你要来一次啊，是不是？